今天呢要来开箱，今天呢要来开箱，分享一个耳机线比你的。今天要来开箱，跟大家分享一个。今天要来开箱，跟大家分享一个比你耳机还要贵的耳机线，就线而已，没有任何耳机就比耳机还要贵的耳机线。那因为我是用监听耳机嘛，这 IEM， 那用久这个 IEM 的这个原厂附的这条线呢，已经有点。都是胶啊，黏黏的，所以我想说啊，我们就打算就换一条新的啦。那今天我们就要来开箱这个 Sony 的耳机线，那就看看有没有听起来一样呢，还是有什么微小的差别？因为超级贵的耳机线，我还蛮没有卖过这么贵的耳机线。反正我们就看看到底听起来怎么样啦。